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史江湖。商朝时期，纣王昏庸无道，整日沉迷酒色，对朝廷政事概不过问。当时的整个商王朝天天笙歌宴舞，商纣不知。这一景象其实意味着天命已到，于是便出现伐纣这一时局。而此时的姬昌顺应天命，集结各方力量，开始对付商纣。姜子牙顺应天道，受师父元始天尊之命，下界协助周文王共抗商纣。而此时的姜子牙已经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头，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无法让周文王对其有所赏识并且受用，于是便在河边垂钓等待周文王。途经的周文王看见河边一个老人垂钓，没有鱼饵，鱼钩也是直的，旁边的桶里却是鱼儿满满，不仅赞叹姜子牙乃是高人，便请姜子牙陪同他前往周朝，共同联手对抗商朝。而与姜子牙同出师门的申公豹却反其道帮助商王朝，他对纣王的暴虐无道完全视而不见，反而尽全力来维护商王朝，加上其法力高强，结交广泛，口才绝佳，便游说反同门和其他道友一同下山协助商纣，一同对付周朝和姜子牙，以至于在伐纣的过程中给西岐带来巨大困难。原因是嫉妒姜子牙可以执掌封神大权，于是引得天上诸神纷纷来协助姜子牙对抗商朝。周文王过世后，二儿子姬发，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，在姜子牙的协助下继续和商纣王对抗。这一战一打就是40年，最终由周武王率领的30000大军一举击溃商朝，建立了周朝。而此时的姜子牙已经是年过百岁又十岁了。虽然姜子牙的前半生苦不得志，但是在他年仅八旬的时候，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伯乐周文王，并扶助周文王及其儿子周武王建立周朝，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。后来姜子牙因为身体的缘故便不再担任朝廷政务，隐退。据载史，当时的姜子牙已经年过120多岁，加上姜子牙自身懂得如何保养，所以推测他活到130岁也是极有可能的。当然这都是后人的猜测，只能供作参考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文史江湖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